婆妈妈年轻女子以跑百米的速度手刀冲进会场。准备进场前还不忘拿一个大型的塑胶袋，而且呢，这群人这个随即进入了战斗状态，连内衣的尺寸都不看，手直接是伸进花车里面，大把大把的往塑胶袋里头塞进了内衣。我们来看一下稍早情形。看到上万件内衣大拍卖，一群人就围在花车的旁边，不止女性要来抢内衣之外，连男性也加入了战局，根本不在意款式还有颜色，就是一把抓。那么这是被称为彰化年度女性盛事的内衣厂牌，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，去年呢三天是涌入了8万人次。虽然今天彰化是冷飕飕还下着雨，大家穿着大衣戴口罩还是要来抢。那么依照今天抢内衣的盛况来看，非常有可能三天是会突破10万人次。